OK， 终于来到我的圣地了。我今天就是为了，没有没有，这只是艺术，好吗？这只是简单的衣服，不要让人家去遐想。我们今天来到这边呢，当然就是很开心，很 happy， 所以我要赶快去看一下，看看说啊，他们到底长怎样，来参观一下，看起来会很开心 ，happy， 哇哦，哇哦，哇哦。这一区呢，就是它会像那个回转寿司一样，一直在那边转，那面子就会摆一些很撩人的姿势啊，然后你可以去捕捉你要的画面的。你有没有发现我很了解？好，去年我就有看过人家拍过，所以我就今天特别要来看一下。没关系啦，没关系啦，我们再去别区看嘛。它这个就是属于暗房，它就是会有一个开放时间，有没有？然后你可以去跟你的心目中的 MV 女优做一个接触，然后接触呢，就像这样，大家就可以这样大排长龙。然后可以有一点互动，但是互动通常就是看你买的金钱是什么。你如果买比较贵的话，会有一些亲密的接触。我是不是也 happy 耶？不行，我有老婆，我比较爱老婆，所以我对这个都还好。这个回家放来看就好，把这个名字记下来，回家放来看就好。山上优雅这个区域，山上优雅一位，谢谢。哦，听到吗？啊，山上优雅一位，就是你要一个一个来，一个一个来就可以接触到哦。但是它这边有写哦，金卡你才可以亲密接触，重点还要预约。预约不到了，你现在已经预约不到，我们太晚来了，亲密接触的机会都没有了，所以这个你一定要上网查清楚，你才有机会跟这个 AV 女优做一个接触。我如果很想的话，我早就预约了，好不好？我是爱老婆的。山上优雅一位，山上优雅。山上优雅。哇。那我们前往下一站，各位应该有听到后面有一个震撼的音乐的声音吧？那这个区域呢，就是每一个时段呢，它都会有一种很嗨，女生很嗨的方式。那你可以预约进场。那你要跟女生互动更亲密一点的话，就是你要把钱塞在她的衣服里面，小费，说不定它会让你有更亲密的接触，都有可能。它这个不能摄影，我们就没办法进去给大家看了哈。那我等一下会先进去啊，阿伯伯你在外面等我。拜拜，不送。这种地方是男生在来啊，老婆来干嘛？没有没有没有女生，在这里面完全没有女生啊，有啦，就波波。哦，我这样看过去大概十个以内。老婆，我错过了录女优的时机了。你不是，你知道吗？我为了带你过来，我还要保护好你，你知道吗？我怕会有咸猪手之类的。每一个屁股都不一样，怎么样？波波，你觉得好玩吗？这里比较好玩啊。女生不适合来，女生不要来。我们两个，等一下要赶快贴一下。我好想赶快贴在窗户上面哦，因为里面是安息耶。我跟他也蛮熟的。安息。老婆，你干嘛这样？很漂亮。你不是流口水，你是爆汗的。我全身都在流。本来是爆汗嘞，太扯了。我觉得他现在鱼角应该有瞄到我们，但是他不敢转过来。我觉得我应该要趴到他看到我。真的吗？嗯。啊，可是他不认识我，他只认识我。还蛮没有到很熟。算了，我们放弃吧。看到妹子会这样啊，会流汗，紧张紧张。
我也流汗了。你小心回家跪算盘。我知道，现在老婆在生气。你喜欢哪一个？可以把它穿在身上。我比较喜欢，应该男生比较喜欢。哇哦，哇哦，哇哦！这个是山上优雅的啦。我其实没有特别喜欢的，我特别喜欢的已经娶到了，就是我老婆。各位，你们知道为什么要讲这个吗？因为老婆在旁边啊，我不可以太那个。对对对，我要乖一点。一切都是假象。啊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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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是真的很爱我老婆。各位，这一边的话是台湾区域的，他们也是会穿一些类似衣袍啊那些，然后让大家去拍照什么的，很棒。结束了，结束了，看完了。然后我们现在要来买个茶喝，我们就挑了一摊比较养眼的再去买，可以吧？可以啊。老婆会生气吗？会啊，只是买个饮料而已嘛。对，哦，很棒很棒。不是你想的这样，我只是坐下来休息而已，不是你想的这样，好不好？看得很专心。不是不是，我刚没有看啊。看到恍神。我刚没有看，真的，刚只是在思考事情，就是思考说要怎么开始。没有没有，不是不是你想的这样啊，老婆。没抓到了。没有没有，我真的没有偷看啊，真的。因为你是光明正大看，我知道。那我们这次活动啊，逛得非常的开心哦，很养眼哎，看到眼睛大饱眼福。那你眼睛才可以变大。但是我发现，其实我今天有点故意想要测试一下 Bobo 的吃醋指数。你是都不会吃醋哦 ，Bobo。因为你看得到吃不到，什么好吃醋的？哦，不要有任何接触，你就不会吃醋了，对不对？如果有身体上的接触，比如说这样啊，哎呀，因为我自己也想要看。连你也想要看？为什么会想要看一些很冷展啊？就是想了解一下文化到底是怎样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男生这么想要看？就会想要去看一下。那我们今天的成人展影片到这边。那如果喜欢影片的话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。那我们下一部影片见，拜拜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。我发现我们很多观众都有来跟我们拍照哦。超多观众来看你的。对，想不到我们的观众都喜欢看这种，被我们抓包啊！